香港站進行反恐檢查。過量紅醫院一個病人感染日本腦炎，情況危殆。當局正係追查感染源頭。被特朗普話後會揾佢做司法部長嘅蔡新斯，強調熱愛而家嘅工作，無意辭職。詳細內容，警方凌晨喺中環港鐵香港站進行反恐檢查。 多架警車到達港鐵香港站進行檢查，反恐特勤隊率先進入，連串槍聲過後，警員將疑犯拘捕。今次參與演習嘅包括反恐特勤隊、衝鋒隊、警犬隊、爆炸品主力貨同港鐵。據了解，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持刀同槍等等喺港鐵站內發動襲擊。警方早前話，本港受恐怖襲擊嘅風險仍然維持中度。 一个接受器官移植嘅男病人感染日本脑炎，情况危殆。佢喺发病前嘅潜伏期一直喺葛亮红医院留医，当局正系追踪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话，个50以岁嘅男病人5月喺玛丽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据了解，佢系慢阻肺病患者接受肺移植手术，之后转到去葛亮红医院疗养。到今个月6号，佢喺葛亮红医院接受输血之后，开始发烧同埋神志不清。 2日之后严重神志不清同埋抽搐，到9号出现抽筋昏迷，上个星期5转到玛丽医院深切治疗部，目前情况危殆。经化验之后证实佢感染日本脑炎。初步调查显示，佢发病之前整段潜伏期都喺葛亮红医院留医，医院半径2公里范围之内都冇猪场，病人住喺青衣，屋企人冇日本脑炎嘅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日本脑炎主要经蚊传播。 但係海外有文獻話，輸血同埋器官移植都可能傳播日本腦炎，目前仍然喺度調查感染源頭。醫管局話，瑪麗醫院同埋葛亮紅醫院都已經因應事件加強滅蚊。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恆報導。公立醫院持續爆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視察屯門醫院，了解前線醫護壓力。醫管局今日會交代新嘅舒緩措施。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去到屯門醫院急症室巡視。唔好意思，我要等多一陣。佢同唔同部門嘅主管會面，有出席員工座談會。有醫生喺會上反映人手同埋醫院環境嘅問題。就算俾人。 根本我哋都冇地方，你見到都咁窄。就算喺一間醫院都10年啦，咁其實我佢即係規劃上根本追唔切，人手人口嘅增長。陳肇始話：新界西服務需求嘅升幅，超出醫管局人手嘅加幅，會盡快推出舒緩措施。咁呢個咧中間嘅差距咧，其實我哋一定要面對，亦都係一定要所謂保底，例如請一啲兼職嘅人手啊，或者係如果係退休。 嘅人如果佢有意繼續喺醫管局嗰度即係繼續工作啊，咁係咪可以都即刻如果係資源嘅問題咧？呢個咧我哋一定係會即時去配合嘅。星期三有超過5,200人次去到急症室求診，比前一日增加近350人次。內科病床整體佔用率係106%，而由5月初截至今個星期三，總共錄得297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 比上星期增加74人，其中204名，而同嚴重個案就有15宗，其中3人死亡。醫管局星期5會公布應對流感高峰期嘅最新措施，包括向私家醫院聖德勒撒醫院借用低收費病床。據了解，呢一類病床主要支援伊利沙伯醫院，接收唔同專科病房入邊病情比較穩定嘅病人，等伊利沙伯醫院騰出病床接收流感患者。 當局亦都會額外增加大約8,000個日間同埋夜間普通科門診名額，舒緩急症室壓力。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恆報導。
呢個11歲女仔尋日喺屯門蝴蝶灣浸親失蹤，消防到場後揾翻佢，送院後證實不治。個女仔被救上岸之後，救護員一直係幫佢急救。消防同水警係喺尋日挨晚大約6:30接報，到附近嘅海面搜索。飛行服務隊亦都有出動。現場消息話，涉事女仔同家人喺蝴蝶灣游水，家人下晝5:00發現唔見咗佢，懷疑佢浸親。救生員揾咗半個鐘之後冇發現，於是報警求助。兩個內地女人涉嫌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燒爆竹，被警方拘捕。位於中環花園道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留有燒過爆竹的痕跡。兩個內地女人涉嫌星期四中午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燒爆竹，警方接報到場拘捕兩人，其中一個72歲女人涉嫌觸犯危險品一般規例被落案檢控，下個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而另一個64歲的女人被口頭警告之後獲釋。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斯回應總統特朗普說後悔委任他的言論，強調熱愛現有的崗位，無意辭職。白宮就說特朗普仍然對蔡新斯有信心。蔡新斯星期四出席司法部記者會，首次回應特朗普的批評，強調只要是合適會繼續留任。I have the honor of serving as Attorney General. It's something that goes beyond any thought I would have ever had for myself. We love this job, we love this department, and I plan to continue to do so as long as that is appropriate. 蔡新斯三月已曾經同俄羅斯駐美大使接觸，需要避嫌為理由，拒絕監督有關俄羅斯涉嫌干預大選的調查。特朗普星期三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訪問，批評蔡新斯這樣做對他不公平，坦言後悔委任他做司法部長。If he would have recused himself before the job, I would have said, thanks, Jeff, but I can't,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take it. It's extremely unfair, and that's a mild word to the president. 白宮星期四亦都為特朗普解話，說他對蔡新斯迴避調查感到失望，但是對蔡新斯仍然有信心。有特朗普的顧問透露，訪問的內容不代表特朗普計劃逼蔡新斯辭職，只是反映他對蔡新斯的決定深感沮喪。至於有報道說負責通俄調查的特別檢察官米勒擴大調查至特朗普的商業交易，白宮說米勒應該集中調查俄羅斯干預大選。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道。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一致通過提名雷伊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並將提名呈交參議院稍後表決。委員會全部20成員星期四通過相關提名。有民主黨人相信雷伊可以確保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不受干預。50歲的雷伊曾經在司法部任職多年，上個月獲特朗普提名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接替被革職的科米。雷伊早前出席聽證會，提到特朗普大使唐納德捲入通俄風波，他強調如果通過提名會不偏不倚執行職務。雷伊又說不會對任何人效忠，如果上級要求他做不法的事寧願辭職。中美海軍高層進行對話，同意深化海軍艦隊合作，美方要求中國加強向北韓施壓，停止導彈計劃。中國海軍司令員沈金龍同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理查德森星期四進行大約一個鐘頭的視像通話，討論到加強中美海軍合作以及北韓近期的導彈試射。美方官員透露，理查德森強調中美需要合作應對北韓的導彈挑釁，要求中方利用影響力進一步向平壤施壓。不過兩人對話並未觸及南海局勢以及美軍艦艇在南海巡航的行動。內地傳媒報道，沈金龍說中美應該由增進互信、密切溝通、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四方面入手，推動兩國海軍關係深入發展，重點包括加強兩國海軍高層對話，推動海軍艦隊交流，商討海軍聯合演習的機制，並推進中國海軍參加環太平洋2018演習。理查德森回應說，美方願意在高層交往，2717-1771或上勞工處網頁看看。
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除了支持和问候，想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呢？登记了要将你的意愿告诉家人知啊。升第十个交易日再创新高，美汇指数曾经跌至接近一年以来最低。转头翻嚟会有详细报道。不如等在下护送大小姐便利店啊！三个咧，究竟系咩人嚟嘅？哇！实在叹为观止啊！实在太神奇啦！我根本完全冇追着飞，只系我口中融化咗，好似糖上一样。请呈现超时空闲神，今晚八点半，翡翠台。食足招积，肉饼两食。唔使八噶，唔好打啦，八就时机急到啦。怀旧菜式重现眼前。我老伴去世的前一天，就砸了个花盆，那是不好的预兆啊。你看现在，没事没事，来。我来收拾。格力大松空气净化器，强效过滤 PM2.5。格力把爱献给世界。取予有道，润泽中华。小生命将危在旦夕，救助儿童会已在当地竭力拯救灾民，但是我们急需你立刻的支持，请即发短信 save 去508506，或登入救助儿童会网页。每月捐出50元，你可以提供紧急食物，拯救各地儿童的生命。儿童急需食物、干净的食水和医疗，没有我们的帮助，更多儿童会死亡。请即发短信 save 去508506，或登入救助儿童会网页。每月捐出50元，拯救儿童生命。谂住用啲人工受孕方法生个龙咪小白出嚟。咁我哋咪真系帮助佢。你哋有冇啲不利嘅嘢系冇同我哋讲噶？好。你一直隐瞒你唔系星仔亲生阿妈，你根本就系唔死神。你做咩要收埋份报告？呢个废。星仔失踪。星仔。呢单 case 问题严重，我哋疑点都未解决。踩过界，星期六日晚翡翠台。闪烁寒星，每周华丽登场，紧贴韩国乐坛，韩迷热切期待。自塔寒星，逐一朝拜。Lineage 补习专家 K 表弟呈现 K-pop， 星期日上午9点 J2。纽约股市个别发展，纳斯达克指数连升第十个交易日，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回跌。道指收市跌28点，报21611点。标普500指数跌唔够一点，报2473点。部分公司业绩令市场失望，美股受到影响。百货公司经营商 Sears 表示，旗下家庭电器公司会喺网上商贸公司亚马逊销售货品。零售股同家電廠商受到影響，大市進一步下跌。標普500指數連續兩日創收市新高之後，曾經進一步上升，並且創下2477點的紀錄新高，其後倒跌。不過科技股繼續有買盤承接近日升勢，道指扭轉上日升勢，早段升21點之後回落，上晝中段最多倒跌64點，最後收復大部分失地，全日高低相差近85點。
美化家居用具供应商 Home Depot 股价跌4%，系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Sears 升10%。科技股方面，亚马逊升0.1%，微软公司公布业绩前升0.4%。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十个交易日上升，创6398点嘅纪录新高，收市升4点，报6390点，连续第三日创收市新高。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喺美国买卖嘅港股预托证券，同本港周市比较，咁做价格嘅发展。汇丰控股收市至75.15，比本港收市跌2毫；中移动82.35，跌3毫。中国石油股份4.96升2仙，中海油8.72跌1仙，中国石油化工6.06升2仙。腾讯控股298.03升1.03，中人寿25.68升1.08，长和100.44升4仙，港交所222.12升7.02，联想集团4.86升1仙。全球最大軟件生產商微軟，今季度盈利增加超過1倍，主要是受惠於一項稅務收益和雲端業務增長強勁，股價在美股收市後交易時段上升。微軟第四季度盈利增加接近1.1倍，至65.1亿美元，每股盈利83美仙，扣除特殊項目有98美仙，比預期多27美仙。今日特殊項目的營業收入增加9%，至247亿美元，比預期多4亿美元。雲端業務營業收入增加11%，至到74.3亿美元，比預期多1.2亿美元。美元匯價下跌，美匯指數曾經跌至接近一年以來最低。亞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話，會在秋季討論係咪修訂買債計劃，歐元受支持。對美元曾經升超過1%，貼近兩年以來的高位。美元對日元曾經跌至3星期以來最低，之後收復大部分失地。分析員話，美元亦都繼續受到美國共和黨醫保法案在國會受阻，同埋經濟數據疲弱所影響。睇美元嘅最新匯價：日元111.84，英鎊1.2968，瑞士法郎0.951，歐元1.1632。加元1.2587，澳元0.7956，港元7.8107。全体港元汇价：每百日元6.9832，欧元9.0846，英镑10.1289，瑞士法郎8.208。加元6.2029，澳元6.2142，新西兰元5.7815，每百港元人民币86.48。原油價格先升後跌，倫敦期油曾經升至每桶50美元水平，是上個月7日以來首次。不過市場擔心供應過剩，油價由高位回落。紐約期油以每桶46.79美元收市，跌33美仙。倫敦期油收市報49.3美元，跌40美仙。美國國庫債券價格先升後回，早段跟隨德國債市上升。不過，美國財政部標售130亿美元10年期抗通脹債券，反應欠佳，影響債市回落。兩年期國債息率報1.352，10年期報2.257，30年期長債報2.823。金價觸及3星期以嚟嘅高位，受惠於美元匯價下跌。紐約期金現每安士1245.5美元收市，升3.5美元。倫敦黃金賣出價報1244.93美元。美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跌至近5個月以來最低。上星期首次申領人數跌1.5萬，跌幅大過預期，總數跌至233,000。持續申領人數就升28,000，增幅大過預期。分析話，美國就業市場仍然緊張，有助聯儲局年底前第三次加息，並展開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睇下其他嘅消息，英國同歐盟結束第二輪脱歐談判。歐盟強調英國必須在負擔財務責任和公民權利上展明立場。英國代表話談判有進展，但雙方仍然有分歧。
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四日的第二轮脱欧谈判进入脱欧方案内容的实质讨论，包括欧盟强调英国必须负担的分手费。 I said last week that I wanted to identify the points where we agree and the points where we disagree. This was possible this week for the issues on which there was a clear British position.巴尼耶強調，英國必須表明立場，講明願意為脱離歐盟付出幾多代價。英國脱歐事務大臣戴德偉就回應，英國係明白自己國際責任同權利嘅國家，但係冇進一步評論究竟願意負擔幾多分手費。外界估計金額介乎400億至1000億歐元。We had robust but constructive talks this week.除了財務負擔，歐盟亦都敦促英國在居英歐盟公民的權利和愛爾蘭邊界問題上交出具體計劃。巴尼耶說，第二輪談判話給大家聽，雙方船立場會談先至會取得進展。戴德偉就教政人員教師入會談獲得重要議題的進展感到鼓舞。無線電視記者彭子敏報導。沙特阿拉伯一个王子涉嫌打人被捕，被捕的王子是27岁的萨乌德。网上流传他星期三在尼亚加被捕的片段，萨乌德被绑上手铐由警员带走。网上礼拜二开始流传片段，相信是萨乌德的男人向另一个人拳打脚踢。另一段片段就显示他疑怀疑用步枪从后捅住过头流血的男人。又有片段顯示台上有近20支威士忌，而沙特是禁止賣酒的。國王薩勒曼其後下令拘捕薩烏德和全面調查事件。有消息說，行政會議下個禮拜二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方案。據了解，會議中立的形式，在西九龍總站設立內地口岸區，由內地人員執行內地法律。廣深港高鐵要發揮最大的效益，取決可不可以進行一地兩檢。消息說，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已經達成初步共識，大致會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內地會向香港租入西九龍總站入面的一幅地劃為內地口岸區，內地派駐執法人員去到口岸區執行出入境等內地法律。消息人士說，細節仍然需要落實，例如是不是收取租金，但是强调业权仍然属于香港并不是各地，而口岸会全面实行内地法律。月台的一层和高铁列车车厢同样属于内地的司法管辖范围。至于内地执法人员，消息说会有严格的限制，只可以在指定范围执法，不可以离开口岸区，每日完成工作之后亦都要回内地，不可以留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會盡快宣布方案。我哋未係時候咧，今日去透露有關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嘅一地兩檢嘅安排嚇，請大家耐心等候。高鐵預計喺明年第三季通車，有關一地兩檢嘅安排需要提交立法會進行本地立法。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導。跟住新聞實要，交俾你阿張文彩。好啊，經濟報社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內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今年落幕，反應分歧嚴重，內部政治問題更加令到雙方難以讓步。中美之間未爆發大規模貿易戰，但局部小規模衝突就恐怕難以避免。文匯報社評。中美兩國經貿關係高度依存，產生一些分歧和摩擦不足為奇，但是中美邊個都離不開邊個，只有本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原則，通過對話協商，雙方才可以妥協解決分歧。只要美方願意繼續進行務實對話和合作，不再處處尋求美國優先，一定能夠化解分歧，實現共贏，保持中美經貿合作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東方日報》社論：一直懸而未決的一地兩檢方案即將揭曉，中港兩地當局終於達成共識，拍板決定將現行的深圳灣口岸模式移植到香港，等內地人員在高鐵西九龍總站的指定範圍內執法，最快下個禮拜二正式公布。
鑑於一地兩檢方案涉及本地立法程序，勢必遭到反對派全力拉布阻撓，要闖此關並不容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下个礼拜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帮助我们去天津好不好？老周啊，这是不可能的。满街都是百步之遥，心脏不好，一分一秒都生死相关。心脏不好用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益安宁丸传承百年养心大方，冬虫夏草、海马、西红花、鹿茸等14味名贵药材，浓缩成一粒小小嘅药丸，小药丸大能量。心脏好，冬病夏治，都想得到心安乐极，得玩。同埋，安得好，人有力，个心艺啦，心口舒服晒，调气爽。心脏好用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赐予香港100万。以下以治冬寒之症，补阳气，排汗湿，鸿茅药酒祛风除湿健。的经历守护着家乡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颂着，人们尊重他，因为他守信重诺；人们悼念他，因为他传承了先祖遗风。按疗程服用能有效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肾虚尿急、胃寒胃痛、气虚血亏，是中老年人综合。2008年基本上我们就出现一个几万有一的百分之这个一呢就赶上美国了。当时美国呢就号令天下，因为它是国势最强，所以应该说是独领风骚，所以我们想几万。其实这个计划以第一时代的国际秩序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啊，哎，那如何来理解呢？还是用刚才那两个基础，你看，当时美国的权力已经大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它力度，它是经济力、政治力、这个军事力各方面都大于巅峰。更重要的是，哎，大家还看到很多人说，哎，你这制度不错了，你这种意识还很好的，你知道是市场经济跟政治体制大结构，所以形成了一个当时大家最追随的这个华盛顿共识出来了。所以在这方面，他也是领袖权威的。是，所以当时，中国文化宇宙有效治疗心慌、空洞、心痛、心肺病症。2004年被国家批准为治疗心血管病的茶剂型药品。12年为千千万万患者送去了健康的希望。偏草丹参补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购买时认准天草牌，每日三袋，健康常在。
今天是七月二十一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八，北京中雨，25度到23度。各位女士，请大家注意文采。今日天气预报系由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渐转清劲，预报周末期间有骤雨。下个礼拜初步时间有阳光。跟住睇今朝嘅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税收同比增长鄂尔多斯一黑一白，纷纷挺进中高端。详细内容，首轮中美首接受器官移植嘅男病人感染日本脑炎，情况危殆。佢发病前嘅潜伏期一直喺国内红医院留医。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话，个52岁嘅男病人五月喺玛丽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据了解，佢系慢阻肺病患者，接受肺移植手术。之后转到去葛亮红医院疗养，到今个月六号，佢喺葛亮红医院接受输血之后，开始发烧同埋神志不清，两日之后严重神志不清同埋抽搐，到九号出现抽筋昏迷，上个星期五转到玛丽医院深切治疗部，目前情况危殆。经化验之后证实佢感染日本脑炎，初步调查显示佢发病之前整段潜伏期都喺葛亮红医院留医，医院半径2公里范围之内都冇猪场，病人住喺青衣，屋企人冇日本脑炎嘅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日本脑炎主要经脉传播，但系海外有文献话，输血同埋器官移植都可能传播日本脑炎。目前仍然在调查感染源头。医管局说，玛丽医院和葛亮红医院都已经因应事件加强灭蚊。无线电视记者陈少恒报道。警方凌晨在中环港铁香港站进行反恐演习，历时大约1小时。记者在镇政务服务中心看到，演习凌晨2:30在港铁香港站进行，无疑有持枪的恐怖分子在站内发动袭击。全副装备的反恐特勤队警员首先进入站内，冲锋队同警员队亦都到场搜索疑犯。期间传出连串枪声，乘客慌忙走避。紧急广播，乘客请尽快离开车站。站内发出广播，通知乘客尽快离开。疑犯之后被警员制服，坐上手铐，从佢身上缴获枪支同斧头。演习期间亦都无意喺站内发现怀疑爆炸品，爆炸品处理部人员出动拆弹机械人，将炸弹拆除。整個演習在凌晨3:00結束，警方早前說本港受恐怖襲擊的風險仍然在始終度。無線電視記者吳老師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去年初衝擊校委會會址，被裁定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刑事恐嚇罪就不成立。前外務副會長李豐琦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亦都罪成，裁判官日後到9月判刑，話有機會判兩人監禁。23岁嘅冯敬恩同21岁李丰琦分别获准以10,000元同500元保释后，离开西九龙裁判法院。两个人旧年一月冲击港大校委会喺沙宣道举行嘅会议，俾主席李国章同部分校委离开。裁判官高伟雄裁决嘅时候话，李国章同保安系诚实可靠。曾經聽到馮敬恩嗌唔好俾佢走，唔好俾李國章走，懟冧佢。但裁判官認為馮敬恩係以第三身佢講呢一番説話，加上當時同李國章之間隔住幾層人，冇辦法推斷係對李國章講，亦唔肯定意圖令李國章受驚，裁定佢刑事恐嚇罪唔成立。但當時佢號召包圍李國章，以武力制止佢離開，有擾亂秩序及大威嚇性嘅行為，必然係有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唔好隨便咁用免費公共 WiFi， 用完記得刪除慣用網絡設定。仲要經常更換網上密碼，同埋注意保安啦。
中国开放的行工作上的裁判官话，佢曾经以双手同身体按压担架床，令救护员要放弃用嚟送下位警民捧上救护车，裁定佢抗拒或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事实。辩方求情嘅时候话，两人控罪唔算严重，而现时社会大气候正系和谐社会，明保之年，无需判阻吓性刑罚。有提交多封信，其中冯敬恩妈妈提到，冯敬恩小六嘅时候患过血癌，中四嘅时候亦患有脑肿瘤，父母理解亦埋怨，佢亦热爱港大。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1日判刑。裁判官高伟雄话，案情严重会考虑判监，但会先索取两个人嘅背景同社会服务令报告，以及冯敬恩嘅医疗报告再作决定。无线电视记者徐志梅啦。中美海軍高層進行對話，同意深化海軍艦艇合作。美方要求中國加強向北韓施壓，停止導彈計劃。中國海軍司令員沈金龍同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理查德森星期四進行大約一個鐘頭的視像通話，討論到加強中美海軍合作以及北韓近期的導彈試射。美方官員透露，理查德森強調中美需要合作應對北韓的導彈挑釁，要求中方利用影響力進一步向平壤施壓。不過兩人對話並未觸及南海局勢以及美軍艦艇在南海巡航的行動。內地傳媒報道，沈金龍說中美應該有增進互信、密切溝通、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四方面入手，推動兩國海軍關係深入發展。重點包括加強兩國海軍高層對話，推動海軍艦隊交流，商討海軍聯合演習的機制，並推進中國海軍參加環太平洋2018演習。理查德森回應說，美方願意在高層交往、聯合演習、一線部隊交流、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等各領域深化務實合作。無線電視記者梁冠耀報導。南韓向北韓建議星期五舉行雙邊軍事會談，北韓至今未有回覆。外媒寫話會談實際已經告吹。南韓國防部話曾經透過板門店軍事通訊渠道同北韓接觸，但未獲回覆。外媒社引述分析話，北韓就算回覆答應增加，考慮到雙方交換代表團名單、準備會談等等，仍然需要時間。由時間上嚟睇，會談唔可能預期喺星期五舉行。土耳其早前拘捕多個人權分子，包括一個德國公民，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德國話會檢視對土耳其嘅旅遊警示，亦都冇辦法保證德國企業繼續投資土耳其。土耳其就批評德國係勒索同威脅。近年有德國公民在土耳其被捕，德國外長加布里爾提早結束休假，反國處理事件。他話事件可以發生在任何德國人身上，德國會檢視對土耳其的旅遊警示，提醒前往當地的公民注意安全。又話土耳其並沒有法律保障，看不到德國政府可以怎樣確保德國企業繼續投資在土耳其，又會同歐盟成員國討論歐盟對土耳其的資助。歐盟說未必需要停止資助土耳其作為制裁，但呼籲土耳其立即釋放所有被捕人權分子。土耳其外長克魯什奧盧形容德國的講法是威脅和勒索，土耳其不會屈服。他又說德國要求釋放所有被捕人士，由於挑戰土耳其司法制度，且不符合外交禮儀。克魯什奧盧強調，土耳其不容許其他人向他們的司法制度指指點點，認為加布里爾的言論不符合兩國的友誼和合作。通报显示，昨天国家经济安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发言人话，土耳其希望同德国维持良好关系，但德国必须尊重土耳其，包括他们的司法制度。发言人又谴责加布里尔的言论，相信他是为9月举行的大选争取支持，希望他可以更加理性。德国公民斯托伊特纳同另外九个人，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分会总干事，今个月5日被土耳其当局拘捕。国际特赦组织话，十个人当时参与有关网络安全的工作坊，其后被控以涉及恐怖主义的罪行，批评罪名无理。其中四个人日前获准保释候查，斯托伊特纳等六个人仍然被拘留。斯托伊特納的朋友批評土耳其的指控荒謬，說工作方只是講解資訊科技管理以及如何處理壓力，希望土耳其當局釋放被捕人士以及撤銷指控。
无线电视记者梁国耀报道。对保护区生态问题相关报道。喺美国，因为自行行近九年嘅前美式足球明星申豪生豪进假释，最快十月出狱。指出，假释文件上礼拜四透过线上通讯进行。70岁嘅申豪生喺内华达州监狱应讯。申豪生90年代曾经被控杀妻，但系最后脱罪。2008年因为自行行刑罪成，被判监33年。申豪生喺聆讯话，当时只系尝试偿还属于自己嘅几年份，从来都冇谂过要伤害任何人。四个假释委员考虑到再犯嘅机会好微，因此批准申豪生假释，最快10月出狱。申豪生知道结果之后表现激动，又表示感谢。文章指出，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亚细亚学行长德拉根预计今年秋季讨论点样处理年底到期嘅量化宽松计划。本次公司活动到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多重处理情况，严肃问责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生态表明党中央维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定意志。文章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绝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管不得。谁破坏了生态，就要拿谁试问。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进行严肃追责。英准曹青华牌，祁连之山颈椎风湿，颈椎腰间盘，英准曹青华牌，曹青华牌医生除湿止痛胶囊，开咗除痹，帮助修复关节损伤，治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曹青华牌搞得掂，正系因为对产品嘅疗效有信心。曹青华先敢用自己嘅名做商标，曹青华牌上市十几年嚟，凭借开咗除痹嘅确切功效，帮助广大患者解除病痛，企起身，行起身，将好日子搵翻嚟。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应准曹青华牌，心痛连锁不合调。习近平主席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有过多次指示，甘肃有关省直部门却始终落实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白纸黑字，甘肃祁连山的管理条例却在搞变通、打折扣、玩文字游戏，从立法层面对违法行为放水。中央环保观察几次三番指明问题，早当面约谈，但当地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却始终进展缓慢，避重就轻。正如中央通报说，祁连山的生态问题根深蒂固，是思想问题，是有关领导和部门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他就是想把我们像保护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对于 GDP 的数据迷恋、错误的政绩观、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的惯性思维，虽然一些地区始终认识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地区发展不能简单中央部署，甚至对中央的要求置若罔闻、阳奉阴违。中央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严肃问责，包括甘肃三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多名干部被处分，不仅为修复祁连山的伤痛，更为重申生态文明的红线不可逾越，彰显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主体责任与政治责任。这不仅是甘肃一地的深刻教训，所有地方政府党政部门都应以此为戒，警钟长鸣。当日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体系文件》，到2020年，人工智能整体技术的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所以这个反差。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业内专家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金融业回归本源，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亚
是跟委托跟有直接跟经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脉，为世界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之策。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韩文秀，金融从哪来？金融从实体经济部门中长出来。那么国民财富谁创造的？实体经济部门。习总书记提出了使得金融真正回归到实体经济，就是要回归本源。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金融业回归本源，才能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央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金融发展不能脱实现。亚洲央行议息之后，委员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存款利率维持在-0.40%，每月600亿欧元嘅买债计划会持续至到年底，暂时冇调整买债嘅具体时间表。行长德拉格重申，政府会维持喺现水平一段长时间。若果经济前景恶化，唔排除扩大量化宽松买债规模。专家认为，金融业必须主动适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要求，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监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部主任赵明龙，所以保险来说，回归本源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保险业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李继波，我们将坚定地以深化经济实施基础经济政策改革，做好实施多元化或者停的融资渠道。德拉格又話，歐元區通脹仍未達到央行目標，近期歐元強勢可能拖累經濟同通脹，央行必須保持耐性。預計今年秋季討論係咪調整賣債計劃。但喺議息結果公佈後幾個鐘頭，官方引述歐元區官員話，雖然預計央行會喺九月嘅議息會議討論調整量化寬鬆嘅選項，但還是未必能夠達成共識，意味可能十月底嘅會議先至有決定。有分析認為，德拉格嘅言論並唔夠鴿派，相信唔足以壓低歐元匯價。市場仍然預期下次會議將會討論量化寬鬆計劃嘅未來。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道。紐約股市個別發展，納斯達克指數連升第十個交易日再創新高，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同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回跌，呢道指收市跌28點，報21611點，標普500指數跌0.91點，報2473點。部分公司業績令市場失望，美股受到影響。百貨公司兼營商 Sears 表示，旗下家庭電車公司會在網上商貿公司亞馬遜銷售貨品，零售股同家電廠商受到影響，大市進一步下跌。標普500指數連續兩日創收市新高之後，曾經進一步上升，並且創下2477點嘅紀錄新高，之後多啲。不過科技股繼續有買盤，承接近日升勢，道指扭轉上日升勢，早段升21點之後回落，上晝中段最多倒跌64點，最後收復大部分失地，全日高低相差近85點。美化家居用具供應商 Home Depot。股价跌4%，系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Sears 升1%，科技股方面，亚马逊升0.1%，微软公司公布业绩前升0.4%。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十个交易日上升，创6398点嘅纪录新高，收市升4点，报6390点，连续第三日创收市新高。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我買嘅港股預託證券同本港收市比較，早價個別發展。匯豐控股收市至合出15.5元，比本港收市跌0.2元；中移動82.35元，跌3毫；中國石油股份4.96元升2仙；中海油8.72元跌1仙；中國石油化工6.06元升2仙。騰訊控股298.03元升1.03元；中人壽約5.68元升0.08元；長和1.44元升4仙；港交所224.12元升7.02元。
联想集团四个八毫六，置身在如此大规模的化工园区，却只见处处全球最大面积生产商美元，过到盈利增加超过一倍，公布预测，主要系受惠于一项税务收益，贸易商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喺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上升。美元第四季度盈利增加接近1.1倍，至65亿1000万美元，每股盈利83美仙，扣除特殊项目有98美仙，比预期多27美仙。今日特殊项目嘅营业收入增加9%，至247亿美元，比预期多4亿美元。宏观业务营业收入增加11%。至74亿3000万美元，比预期多1亿2000万美元。以煤为基，向能源深加工产业要增效。电子商务企业 eBay 上季盈利符合预期，但今季可能会低过预测，估计喺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下跌。eBay 第二季盈利系2700万美元，按年跌94%，每股盈利2美仙，扣除特殊项目有42美仙，符合市场预测。营业收入增加4.4%，至23亿3000万美元，比预期多2000万美元。二倍预测，今季嘅营业收入有23亿5千万至23亿9千万美元，扣除特殊项目，每股盈利46至48美仙。另外，二倍董事会通过增加回购30亿美元股份。原油价格先升后跌，伦敦期油曾经升至每桶50美元水平，系上个月7号以嚟第一次。不过市场担心供应过剩，油价由高位回落。纽约期油以每桶46.79美元收市，跌33美仙；伦敦期油收市报49.3美元，跌40美仙。完成投资650亿元。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伦敦富时100指数升56点，巴黎股市跌16点，德国股市跌4点。鄂尔多斯产业转型升级，迈出了坚实步伐。近年来，鄂尔多斯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跟经济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好啊！戰略性新興產業，星島報社論：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政副會長馮敬恩同李峰奇，舊年衝擊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場地，分別被法庭裁定工作地方擾亂秩序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任務罪成後判。佔領運動以嚟，已經有多個青年喺多次抗議行動中越過法律底線而惹上官司。他們未經深思熟慮的行為換來沉重的司法程序壓力，甚至要償勞辱師傅，代價巨大。增幅4.4%。大公報社評：作為納税人公帑支持的大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棟樑，尊重他人、遵法守紀，本來就是起碼的要求。而當日馮敬恩的衝擊行為和叫囂，已經令到港大校譽和形象受損。馮敬恩而家就要承擔自己罔顧法紀、違法衝擊的嚴重後果。明報社評：教育新資源撥款在驚濤海浪下獲得財委會通過，然而餘波未了。有建制派醖釀修改議事規則，立法會由協商解決問題變得成為製造問題的地方。關鍵不是議事規則未夠嚴，而是理性討論精神的淪喪。部分議員將議事堂當成政治戰場，大求打擊敵人，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議事規則只能夠管到君子，管不到小人。而家亦都不是修訂議事規則的好時機。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报告，我是韩晴。首先同大家睇睇大范围嘅卫星无损失范围内，首都呼吁大家控制这个风波雨啦。目前单循环我哋嘅普遍环都比较舒服噶，环连带珠江口附近咧，结合已经开展三循环直通嘅接访系统，实现宣布区无损失显示闽南行政三大类别案件远程接访立案全面办。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赖旭光，6月13日，我们实现了第三巡回法庭的第一口。跨越了当事人申请到最高法院的力量，用当地法院的网络系统和我们的对接，提交相关材料，我们在三巡进行审查，预计今日呢将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近日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王启发等十名最美拥军人物的申请事迹，他们是王启发、傅书之、张富英、于爱梅、乔文娟、吴新芬、梁楚雄、张斌、王宝和、加尔买买平、阿布都热和曼。不过我哋预计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舞蹈节以中国梦想多彩丝路为主题，
十六天的时间里，二十多家国内外演出本土将带来六十多场演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昨天在宁夏银川市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签订了“十三五”闽宁扶贫协作规划，将打造闽宁扶贫协作升级版。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会议暨试点省份经验交流会，20号到21号在湖南长沙召开。第七届中国曲阳国际雕塑艺术节昨天在河北省曲阳县开幕。昨天，奥迪公司就此前发布的一则引发争议的二手车广告向社会道歉。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日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给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A 的最高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亚投行反映了时代要求，顺应了国际社会期待。当今世界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而中国可以为解决这个矛盾做出贡献。最近有中国赴美留学生因吸食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而瘫痪，引发舆论关注。国内对于一氧化二氮的滥用有增加趋势，甚至有人视其为合法毒品。新华每日电讯评论，笑气并不好笑，吸食笑气可能造成昏迷甚至死亡，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适当的管控措施，防止笑气被滥用给社会带来危害，特别是防止危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根据中美两国元首在汉堡会晤时达成的共识，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对话。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对话确认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为双方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央广记者李思墨、刘慧民报道。对话期间，双方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还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进行建设性合作。陆康表示，这次对话是一次创新、务实、建设性的对话。最重要的成果呢，就是双方都确认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也就是说，要把坚持合作共赢作为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把对话磋商作为解决分歧的基本方法，把保持重大经济政策沟通作为对话合作的一个基本方式。那么这个呢，为未来中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陆康介绍，两国建交到现在将近40年，中美双边年贸易额从最初几十亿美元到现在近6000亿美元，这也说明本质上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我们相信，只要双方能够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并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推进双边的经贸合作，通过友好的协商化解有关分歧，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前程、卫东，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继续为您转播省台7点新闻，敬请收听。北京时间7点。自信自由飞扬，把温暖留在心上，没有什么能阻挡。阳光静静的绽放。
008，东莞电台综合广播。